呐喊出来，延伸下次要一踩，哎，哎，更大声了哈，毫不客气，大声呐喊出来，哎，哦，哎，哦，再大声一点。第四棒三垒手背号46号刘基宏，来起身下去了，双手来接给基宏，刘基宏全力打，只用大家声音一样大声的喊出来哦，一起来，刘基宏，有点更大声一点哦，能听到回音的感觉哦，刘基宏，最大声，刘基在你隔壁追跟大声喊出来，一二三来，追跟追跟朋友一起来跟上哦，把双手举高跟上在你身后，跟上哦，大家怕你拼命不动，一起来跳，啊哈喂啊哈，追跟享受今晚一起的你头，手举高唱低唱低唱喂喂，一起来低唱低唱喂喂，低唱低唱低唱喂喂，高唱
加油，谢谢。比赛来到二局的上半，两个女神上场打击第五棒，那时候我不要骂人了。哦哦，总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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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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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严哦，在偷懒呢。为什么断电？为什么断？你知道他就是练我不认真，所以肚子才那么大、啊。小蛙这边有。你。给他拍你。这是怎样？哎，他准备怪我。没有没有，等一下你会模模糊，等一下会整个都糊掉，等一下整个都糊的。你在，他现在很难回去。没有在，觉得他拍的应该不好看。讲的太大声了，太大声了。看起来有点没有那个。就是摄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来。专业的，专业的，专业的。超会拍。因为毕竟请的大头贴是我拍的。哎呦。吓我一跳！不要拿，不要拿！那是定焦镜，你不用弄那个，它距离远一点。他没有在跟。哎，发现怎么那里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乱放啊？哦，是说他说这样。哎、欸，你好专业哦，你要不要转当摄影师？小二，我们一起进去。谁想穿哦？你可以帮我们转合照吗？再来一个好笑，真的专业。我要回去给你照片，你要自己修图。原图输出，原图输出，哇！你确定要这样拿走吗？做套外吧。